我们是做了两件事嘛，一个就是想看看在这个月球这个显微光谱下面，显微的这个光谱特征是什么样的，为我们未来的这个显微成像光谱的研制提供一些这个参考啊。我们想看一下通过这个显微光谱能不能发现一些新的一些，比如说发现一些好的探测方法。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因为我们是我们未来是一个大尺度的一些遥感设备，对吧？我们在这个嫦娥系，那么这个遥感设备因为在怎么来跟这个月壤的这些光谱的建立一个数据的一个内在的关系啊，这个呢是我们想做的。